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中央公园的一个草坪前面，有那个建筑和一些树木，大概有三个层次，有全景、中景和远景。我们现在呢画一个这样的写生，这样的话呢把这个写生画出来。我们先画的大概是这样，先这个画一部分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继续深入。就是深入画下去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们是带着同学，到这里来写生的，带着同学到这里写生。